谁呀？我开门。妈呀，真来了！坏了，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。赶紧把藏起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心。哎呀，大秦哥，你说你怎么又回？哎呀，大秦呐！哎妈妈妈妈，你稍等一会儿，那个他脑子慢，不一定明白呢。啊。大秦子，你听我跟你别跟我说话。那个大秦，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？对呀。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秦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你故意，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。没有。啥？我说啥了？说的啥呀？一路走好。啊？多瘆人呢！你说，哎呀，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，这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？我搁楼道等半天，我都没敢出去。你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？咋教育孩子的？我教育，一路走好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那个，我教育他。二明，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跟你大金哥说话，你得注点意。对。再有一个，跟人分手的时候，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？多不好听啊！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？这就是。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么说啊！来世再见。哎，啊，这话我愿意听啊！领导市场见吧，来世再见。这就爱听了。对，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？不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一会儿啊，想办法，想办法把他放过来。啊，你听见没有？明白了。啊，那个大秦哥，那个对不起啊。那个妈，你说早了啊。对，别说了。那个大秦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一路走好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咱俩就来世再见呢。那中，一路走好太吓人了，行了。哎，对了，大秦哥啊，那个，你出去，你拿他的。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。卖出去了，啊？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？不是取车的吗？那个，那个，你开车去行。完了你想想啊，你取完车完了，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？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。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，我的妈，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？对，是这么我媳妇说的对。对，先搁这儿吧。对，是哈，对了嘛。啊，行，哎，啊，取车。对，啊，哎，取车去啊。哎，行，一来世再见。来世再见。啊，快点，快换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再一次搞定了，我告诉你，别让人看出来。对，这个，带着谁呢？干啥玩意儿呢？干啥呢？大秦啊，大秦不讲究啊。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，你回来的有点快，那我都看着了，说啥呀？我这俩眼是鸡眼吗？啊，我看着没？不是，大秦哥，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，看的都不是真的了，看的都不是真的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到的是老范家，还是到了东北国，谁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大秦啊，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。那啥，哎，大秦呐，那个婶儿说句话，你能信不？看你说啥。哎，你看，看着没？对，这俩罐子，啊，你买一个，你叔买一个。对，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，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，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。婶啊，我都快40了，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？啊，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？这是有一个是我的，是你们，对不对？我的是吧？你们的，我的。对不对？这有什么？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，哪个是我的？不是，大秦呐，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，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？对呀，好好想想，你想想，我想什么？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？啊，你们知道啊？我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，赶紧闻呐。开文呐，媳妇儿，哇，秀，上，闻出来没？快说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没闻出来。
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这两天鼻炎，我鼻子不透气儿，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你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。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？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？我。钱顺风，我现在我想捏死你！我不是你，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？等会儿，妈。哎，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？对呀，你咋知道的呢？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？哎呀，你这不是又好了吗？这鼻子，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，鼻子透气了呢。哎呀，那我说你现在刺激呀！哎，上班。行了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这个装过蒜。我这是我的，你可拿好啊！这是那两万的，这是你的两万的呀！对对对，哎呀，可拿好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！下回可不能啊！对你们这么信任，把东西放在你们家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，是是，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！对呀，行了，实在秦姐我也不生气啊，对不起啊，过来，哎，来次再见。不怨你们，是我的事儿。怎么整啊？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？哎呀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你站住！不是，我这是假的呀。这是个假的。我知道，真的假的一样卖，没事。不是，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呀？对呀。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？两万买的呀。嘘！怎么的了？谁拿两万买它？脑袋不大吗？啊！你那也是假的呀？那你卖给人家，要，不是五十吗？我给你六十。你拉倒吧，拎不起。那这六百，你再添点吧。六千，钱顺风，给六千了，卖不卖啊？爸，你拿主意，卖还是不卖？范叔，你还给我？你别动手，我卖你。哎呀，这不是这钱，这砸它干啥呀？这挺好的玩意儿。砸它干啥？省得你拿出去骗钱。那个碎了，这个也碎了，消费者就平安了，这就叫岁岁平安。